我跟你来吃饭吗？你这是北，还跑去找我妈了。要不然我再加给我妈吃饭了。他逮到谁都调戏，我跟你说，刚一个十岁的小男生，他都不放过。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找你妈把你请开的？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他嫂子打我，没一个正形，我跟你说。孩子都跟我一样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正形都没有，太皮了，正经的都没有，正形都没有。这东西没有老不正经吗？啊，老不正经不知道吗？都是小正经的。真的是，哎，哎呦，七七姐跟你这个老男人出来吃饭，哎呦。哎呦，真的是，都会难忘，会不会？难忘个毛线！看呢，这个是丝瓜炒毛豆，这个是螺丝，这个是芜湖鸭爪，这个是河虾，这个是花生。金阳饭店的厨师啊，厨师长。我们这附近最大的饭店。我就看这个感觉好吃，鸭掌、鸡掌我都喜欢吃，这个还无骨的，无骨鸭掌。所以我要拿牙签了。这个田螺挺好吃的，但里面的那种小螺丝，这种小螺丝，小螺丝太多了。哎呦，这视频太胖了，瘦了。他要说我瘦了，镜头当中会显胖了。不喝酒，戒酒了。天天，哎，我身边的人天天忽悠我喝酒，我爸妈让我喝酒，好大哥也让我喝酒。哎，你妈让你喝酒？我爸妈都让我喝酒。他每天中午、晚上都喝酒。你爸妈两个？小健也喝酒。你妈自己喝，炒菜啊，喝酒啊，喝冰啤酒，喝冰啤酒。我爸这样也喝。那你不喝不断片的？我酒精过敏啊。真的，别笑，真的酒精过敏。你怎么说钱过敏？钱也有点过敏，要不然怎么捂不热？是不是？钱也过敏，要不然捂不热。